老王看我去买什么车啊？啊，86级的号鉴定出来的，买什么车？我看一下啊，617除以3加647啊，啊852啊，双加的话这是一个62，62乘一个0点啊，花果山专用，这把是先足乘以0.57，加上一个35点啊34啊，15段宝石乘以25的命中除以3，再加125，再把517013啊。这把武器的话，我们首先啊，就是假设是一个仙族能达到1013武器159级的非专用的上限价格呢，差不多是10万啊，尤其女性造型上限10万，我们打宝石前需要2万，然后啊，首先打宝石需要2万，弄到一个155级能 PK 的号，起码还得花4万块钱，也就是最高价格4万，但是这种武器4万明显加不上啊，这个武器。好可惜呀，打宝石浪费，升级到150就点满修炼浪费，不用也浪费。这把武器我觉得还得往电动车看，咱们对不对，虽然是剩的4万，但是你得这么算，咱们是按非专用算的，你的是专用啊大哥啊。我觉得咱们定位低一点啊，不要给自己太高的期望，往电动车多找找。